各位乡亲，大家午安，真欢喜，今仔日我坐甲满满，啊，过来看到少年的愈来愈多，啊，首先啊，感谢大家有这个热心。来咱台湾民政府打拼，来贡献你的专才。啊，大家一点钟以后就是要毕业啊！第三天来，大家一定讲。我伫这三天，我足艰苦，大家真做伙，摄影区也无啥方便，毋是伫厝诶，讲家己咧享受啦。所以，家己诶感想啊，拢五味杂陈啦，拢家己讲我，我安怎爱遐艰苦？大家来这啊受训，一定有足多的心得要发表的，所以我首先啊要来先介绍咱各区啊拢有办事处啊。啊，我拢有相片啊！以后你是台湾民政府的成员，高级班授训结束了后，咱各区闹咧演讲，你拢爱转去再教育啦，爱去搁去了解，所以。各区的地址，啊，甲各区什么时阵咧授训，啊，是咧演讲，拢会公布，恁拢爱大家去参加，吼。咱即马先来介绍咱新德州啊。啊，所完成的中心啊，咱办事中心啊，希望那新德州的你伫什么时阵拜一拜四暗时七点到二十一点，上好卖七点啦。是安怎啊？卖十九点，提早十分钟好啊，好啊。因为人足济啦，你若七点来吼，你挤袂入去啦。啊，搁人咧唱国歌，你要叫一挂新来的人啊，去到遐，伊感受袂出来啦。你若带一挂新的人，伫。啊，十八点五十分，甲坐好势，伊来参加听咱三条国歌，伊的感受无同款啦。大家唔知道有这个观念无？咱啊去参加社团的啦，参加一挂遐的党派啊，敢有在唱国歌？无嘛，啊，咱是一个政府啦，要予咱带来的人来感受讲咱的仪式是安尼。所以来参加以后啊，伊就认为讲咱确实是一个国家无共款。你卖七点来，你七点来，伊阁找一位遐的，做感受拢无去啊啦。
安尼拜托大家较早一丝啊，卖十九点来啦，吼、哦！啊，若要带新友来啊，你到啊十啊十八点五十分就到位啊啦。安尼好啊，好啊，感谢大家啦。哦，啊，遮大家家己看吼，啊，有公车嘛吼，公车，遮有公车足重要。你若无骑奥多麦来，你会使坐公车来吼。啊，甲有这个所在落车，因为这个交通啊，予大家搁较方便，因为有公车吼，吼5009-9102-6001吼，这个。地砖啦吼，茶砖路啦吼，地砖路吼，这个路口路车啦吼。啊，伫鼓山乡啊，万寿路两段355号三楼，你看这大，这大，吼，安尼大家清楚嘛？新德州的，若有国外转来。你是新德州的本土台湾人，你一定要来这参观一下。你回来台湾才有价值啦，啊，无你无价值啦，你敢若回来，敢若阮兜一下讲，啊，我倒回来啊，咱出生地，还是讲咱的叫做啊。台湾这个所在无价值，你张机票加开啦，你着开这张机票来看我咱啊亲友了后，我来了解咱台湾现在的地位啦。过来台北州，我足好找，足好找，安那好找？吼、哦，迄、那个捷运啊，捷运吼、哦，大家台北有捷运啊，双连站啊是大桥头站下车往民生啊西路重庆北路口步行10分钟，那里运动呢？咱年纪较大。讲一天都要行30分，啊，这来去才20分尔，也无够嘞。所以这足近嘞，大家少运动嘞，我对身体有好处。时间啊，我卖7点啦，6点啥？50分啦，安尼好啊，好啊。6点50分，拜托带你的亲友较早来咧，啊，搁甲世界的本土台湾人，你若落飞机来到台北啊，顺便就来吃皇帝啦。你入去，你甲讲你是本土台湾人，你伫外国。到一个所在转来，你要来办身份证，安尼，阮就足感谢啦。安尼，希望本土台湾人、世界各国拢会到台北出入较济啦。若会伫台北出入，一定爱来遮奉茶啦。我邀请世界本土台湾人。拢转来来参观咱啊台北州的总部，就是伫大东区重庆北路2段108号。啊，我在咱遮的同心转去，让外国的朋友甲亲戚写批给伊。上网，还是
甲这张照片啊，这张啊啊，咱这张啊，迄、那个咱有这个叫啊 PowerPoint， 你若要扩登去，我甲扩登去，转乎咱的外国的亲友，拢来，这就是咱展现。咱要达到41万人来听新闻经，安尼大家最高阿伯啊！啊，足感谢。后来，台南州、台南员工是台湾第一个开发的所在啦。啊，台南一挂乡亲啊，足济伫国外啦。啊，我要希望台南的乡亲有诶走来台北，啊，拢有诶拢住伫台北啊。啊，你若台北的亲戚，你甲飞重庆北路，吼，啊那。有转去台南，你就甲招，拜三、拜四暗啦，来，足简单，来带，讲阿扁的饭店啦，是安怎？吼、哦，我要讲吼、哦，阿扁的饭店吼、哦，我有法特别走去遐甲食看卖。我直直咧想讲，阿扁的饭店迄阵啊，咱来甲计伊个生意无好啊。我讲，漳州边伊迄边原早无开门啊。我甲讲，咱来甲伊参详，甲计一位啊，咱来做办公室联络处，啊，毋着足好。但是咱开袂出嘴啦，吼、哦、啊，所以。哪会遐拄好？无偌久，两个月后讲，关起来要停档啊啦！我心内咧想啊，啊拄啊秘书长去，啊秘书长也足关心台南的，讲台南恁一词，台南我是一个民主发源地呢。啊，拢无啥物成绩出来，啊，敢无法度找一个？有直直找，我想细经啦，有诶啊，讲啊，起来着楼梯，啊，可能哪有像安尼一届有法度容纳200个人，找无啦。啊，秘书长，啊，落去遐，啊，我着讲，啊，无安尼好无？遐一个咧顶让诶。啊，阿扁饭店啊，我讲安好来看，看看秘书长足欢喜，但是偌济钱呢？吼、哦，开迄计上吼，啊，咱落地也较浅呐、啊。看到开迄个计上，咱就头讲害头啦，因为我有。特别带咱王州长去看过，有影去甲伊接触过迄个裤袋仔，咱想浅都无法度。秘书长讲，甲做，吼、哦，真的，秘书长的决定啊，和台南的生计甲台南的结合的所在有一个点啊，进步足一个啦。咱甲秘书长鼓掌一个好无？足感谢伊个决定。迄阵啊，要甲做个事啊，王州长哥，有三个同心敲电话来啦，讲啊，迄所在交通无方便啦，啥物有问题啦，啊，啥物讲有三个啦，啊，去王州长，去暗赶紧写咩啊，甲秘书长。
秘书长看到困袂去啦，伊讲啊，系啊。王州长讲袂去签，上头讲秘书长讲叫我甲王州长去签啊，啊，我我会去啊，啊，因为州里面代志必须由州里面来执行啊，啊，王州长讲。讲已经有人反对伊，无法度去签啊！啊，迄暗秘书长袂困，六点我都敲电话给我，伊讲会歹势，遐早甲你敲起，啊，我实在迄阵我都晚起来，咱遮都六点起床啊嘛，是毋是？大家足辛苦的对啊，唔对啊？六点差恁起床对啊，对？还好哦，好啦，安尼足甘心啦，啊，讲。伊要亲亲落啊，即间要甲签起来，啊，有影伊个决策百分之百。当然，秘书长个思考，甲伊个落地啊，我有够深啦。哦，好啦，啊，即我是予大家了解一下吼。所以，要甲世界本土台湾人讲，有咧看。啊，咱的节目诶，拜托，台南我都爱来甲阮参观者，台北、新竹啊，台南一定爱来。啊，当然，台中也有，台中我要完成啊，吼、哦，啊，咱期待啦，吼、哦，啊，实在台中是咱的模范。做啦！咱上头开始的时，台中做真的是做了上好，甲现在那是表现足好的。但是有台中州的办事处啊，要咧规划啦，啊，可能啊，是毋是最近会完成，咱来祝贺伊。吼、哦，啊，这所以有诶讲，嗯，啊，那新得了跳来甲。台南，我应该重视各州啦。有当时啊，啥物代志我拢家己判势啦。实在，我拢家己主动啊，会发予资料予各州，讲大家到来拼啦。哦，啊，这就是有诶会感觉讲，哎、欸，台啊台中州诶，哪会也无出来？啊，就是有这个因素啦。啊，实在因有。每个地区拢有迄、那个，哪讲一个较无讲，像咱有法度容纳啊几百个以上的人，哦，啊我有啦，啊但是因迄有诶毋是正式诶，有诶是一个家己私人诶办公厅啦吼，啊私人诶厝啦吼，毋是开放拜一啊甲礼拜诶时间啦，啊所以。都无照片出来吼，啊，无法度甲大家介绍，啊，请原谅吼，啊，实际上台中州是做了足好，啊，可能啊，个啊，我看吼，咱报道吼，都啊，各家啦吼，报道我看，咱都各家吼。我要有半点钟的时间，我希望各州啊来参加受训的同学，来甲世界本土台湾人，你来遮受训有啥物心得？我也希望世界本土台湾人要甲台湾斗拍拼。拢倒来，咱现任即马宣布的啊，新德州啊，诶，那是伫国外倒来，可能新德州的新州长毋知有伫遮无，吼、哦、啊，可能无要紧，吼、哦，我要甲大家讲，伊那是国外倒来拍拼，所以我伫遮呼吁。世界本土台湾人，
你若有这个决心，要来甲台湾斗拍拼，恁拢转来。啊，阮足重视你有国际经验，所以你各方面的表现，阮拢甲你重视，啊，希望来参加受训，来领身份证。所以我现在啦，按照州的顺序啊，吼啊，请因的感想来遮受训这三天的感想来甲报告，予大家知影。吼啊，咱啊，我看咱就从迄个高沙啊，自治啊，咱的委员会吼，由高沙吼啊，咱。我看用这个照这个顺序啦吼，我先请啊高沙组哈，咱请，因为这回因来足济啦，所以我甲邀请两位高沙的同心来发表吼、哦、啊，咱且按照这个顺序吼，啊再来请余华东吼、哦，啊再顺序吼、哦，台北组吼、哦，啊甲新竹组。台中组、台南组、高雄组，这个顺序，请因吼、哦、啊，有予啊咱指定到的人啊来报告一下。啊，高沙组啊，咱张学公啊，同心，唔知有伫接无？高沙组的，啊，若无，咱就过来高沙组。江振宇同心唔知有伫遮无？哦，来，啊无，请你来简单吼，啊，甲大家啊报告吼，啊，差不多五六分吼，你的心得伫遮的心得，予大家了解。啊无，咱甲鼓掌一下，啊，咱这个叫做啊江振宇啊同心。请好，你讲你的心得啦哈啊，在这边三天的受训的观感，和大家啊分享。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心，大家好，好，我是来自花莲。哦，那在这初级班与高级班上完的这几天，纵然总是会想说。我们在这一块土地上面，老师总是觉得中华民国对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好。但是听完了这些课，我们今天终于可以让我知道，哦，我们在国际的奥运会上面，我们是一个没有国籍的国家。始终看到这些运动选手在拼，但是我们始终要去申诉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却没有一个国家，却没有人愿意替我们担保。所以觉得说我们好，我们既然认同了这个台湾民政府，好，那我们各位同心，我们也要继续的努力，好，我们要把我们的亲朋好友，也不是讲说洗脑啦，我们努力把他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提早的完成在这一块地方的努力上面，谢谢。啊，很感谢哈、哦，他在这边的社信，他的感想哈、哦。我一直想，如果是高沙的同心，你有这个体育的专业，或是你是本土台湾人，有本啊这个体育的专业。在世界上，在啊取得金牌以后，拜托你把这一支带去参加。领奖的时候，披上这个旗子上去领，这一支才是你真正要替这一支笑。
中啊卖力的啊，这个我们啊感谢啊我们啊江振宇。那我们再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宜华东的侯武成同心，唔知有伫咧无？啊，啊那有伫咧请吼？啊，咱甲鼓掌者啊，足感谢吼！啊，来讲这三讲来伊的心得啊，啊，谢谢谢。哎，局长吼，啊，咱只台湾民政府所有的执行人员，以及在场的咱只所有的首长吼，大家好。阿哥，咱只所有的同心啦吼，我们高沙组的啊好朋友，哎好，大家好，好。啊，会使讲吼，顶礼拜啊来上这个课，啊，虽然是短短三天吼，啊，不过感受非常的重大吼。啊，会使讲起来吼，咱目前出现在这个啊社会当中吼，当然，那么有需要了解台湾的过程甲背景吼，所以伫初级的时阵啊，听到咱秘书长吼。啊，所讲的经过的过程啊，咱拢有所感受啦吼。我相信在场的咱遮所有的啊，这个同心嘛，大家拢有所感受。但是我个人吼，一直感觉讲抱着这个希望啊，伫进前啊，这个初级的时阵来到高级，这个过程当中，伫4月25讲要宣布啊，咱台湾政府要啊，伫美国宣布。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本身是担任地方的一个小长，先讲镇长，但是呢，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很注目，因为一个行政人员，尤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首长，敢来参悟呢，这也表示说对我们台湾民政府有所认同，很多人，公务人员都不敢参加，怕说，如果参加不知道去免职吗？啊，真济所在呢，当然皆无方便。不过吼，这个经过的政治经验，会使讲我是当选界镇长做四年嘛吼，所以呢，会使讲起来算老资格啊啦吼。但是这个过程内底，唔是为着职务的问题吼，我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尊严的问题。但是4月25吼，啊，咱迄天要宣布迄个过程啊，感觉足可惜吼。啊，因为介济争论啊。拢会感觉讲，镇长你奇怪啊，你哪会去参加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活动？我起初是好奇吼，好奇完呢，看到家己兄哥开公交车，咱的治安人员吼，砸车唔敢甲开单吼，我感觉超好奇，讲会甲你砸，你哪会拢无开单吼？结果就是因为有壁面有美国政府吼国防部的这个牌照。所以呢，伊家己本身嘛是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身份证，地书，公的都刷下吼。所以我服务处啊，即马咧做咱的服务处，因为安尼好奇吼，来到加沙知影讲原来咱的台湾民政府啊，伫过去拍拼的结果吼，实在是真辛苦，唔是讲安尼轻轻彩彩吼。向美国国都会当成立吼，即228嘛吼，228个就咱即台湾代表台湾的即个同心吼，会当去告美国啊，这实在非常大勇气。当然伫即个过程当中，会使讲是千辛万苦啦吼。那么因为即次去到美国无够准备了无周全吼，即讲起来是对咱嘛感觉有一种的泄气吼，迄个感觉咱伫振奋的时阵向。才感觉奇怪，我一直在提讲吼，4月25迄天你注意新闻，注意这个网络甲迄落隔顿讲，我是讲敢会时差26号开始宣布，结果拢无吼。当然伫这个过程内底，咱嘛知影讲，可能有一寡状况伫咧。不过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吼。虽然咱有代表团去到美国，但是伫迄个过程内底，应该有一个有所惩治啦吼。层次不是讲叫因大爱辞职啦，是安那不是吼？当然应该就着媒体吼，向咱关心台湾这块土地所有的台湾人表示抱歉，就是事情
准备了无够好，因此呢，啊，迄天啊，算出错吼。这个过程应该爱做，这个过程是要安那做，这都是内部家己爱有一个机制，吼、哦。这会当透过媒体，互咱大家拢知影讲，确实有这个问题。莫讲全拢总无消息去，家己拢暗起来吼、哦，低头这样不，我是觉得这样不妥当，要跳出来。先这届有小可视觉差，是因为口误，或者是讲啊，文书作业内底啊有所缺失。这爱有一个交代，我嘛较有比一个感觉讲，下摆咱要推广这台湾啊，咱民主的这所有的百姓吼，啊有一个啊有这个过程的咧。所以伫这我是做这个建议啦吼。啊，当然啊，我对咱家己本咱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内底。整个的过程，行政过程我并无熟悉。不过呢，依照讲一般团体吼，一般民间团体法，虽然咱毋是一个团体，但是这个听书啊，应该不外乎有一个所谓的程序，吼、哦，这个经听书，因为我嘛参加介济小团过啊，所以来这整个的听书呢，咱来借这个机会，展现出确实有这个动作伫咧。吼、哦，卖讲吼，大家拢唔知影讲，哎、欸，咱台湾民政府是去美国。拢总无声势，吼、哦！啊，咱敢讲啊，啊嘛拢无一个交代，这个讲不过去吼、哦。我希望讲内底内国，咱家己本身呢，啊有需要啊，展现出咱的诚意。安尼后摆咱要推展，我相信啦、啊，我们都理直气壮吼。啊，随即即个内底呢，啊，感谢大家啊，这么用心，尤其是咱高沙族吼、哦，很多的好朋友，因为我妈妈嘛是高沙族的吼、哦，所以呢，伫即个过程内底啊。咱嘛感觉讲，因虽然听无啥有，但是我嘛希望吼建议啊，啊咱内国这边嘞有需要训练出原住民口才袂歹，哈、啊、需要原住民咱这个啊高沙族的啊下一代呢啊能够对整个台湾的过程吼、啊、有所了解，让他们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相信只要咱坚持一直落，台湾一定是未来会当看到光明吼、啊。所以这啊，恭祝大家吼！啊，当然咧，一切顺遂，啊，大家心想事成吼！感谢大家吼，谢谢。啊，足感谢啊，咱讲诶，这个可能是镇长还是啊，镇长嘛吼，啊，足感谢吼！啊，我看伊诶建议吼，咱。一定会接受啦！啊，咱甲大家讲，足感谢伊来参加，啊，咱搁甲鼓掌一下，好无？好，足感谢，好。啊，过来，咱来请台北州啊郭凯燕，唔知当心唔知有伫遮无？啊，有啊无？啊，请。好，啊，咱我甲鼓掌一下，好啊。咱刷落迄个新德州诶吼，做准备吼，来。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你好，我是台北州诶郭凯燕，我姓郭吼，啊，大部分拢叫我 Kevin 啦，因为我细汉时阵为爸母啊移民去加拿大遐。啊，去年可以说前年到去年为止都嘛咧日本。啊，因为工作关系在遐，啊，到去年的四月、五月左右才阁转来台湾，嘛是因为工作关系啊，转来台湾。啊，小可台语无啥认得啦，啊，所以小可人就讲，我这三天啊，学到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讲，我知影我家己是啥物人，好、哦，心理上就有一个 peace 啊，好、哦，一个安心说。哦、我终于知影讲我家己是虾米人啊！我终于得到一个有法度证明我家己是虾米人的一个物件。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世界各国，我大概也去了蛮多地方了哈。美国、加拿大，然后日本、中国也住过一年半。好，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会这样迁移来迁移去。那包括很多国际、国外发生很多事情。
那因为台湾的在海外的乡亲真的是对台湾的事情真的还蛮关注的，因为台湾才是真正的家乡。那很多人出去不是因为觉得台湾完全没希望，而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下一代在这种体制下这种洗脑的过程当中，等于说心灵上、生理上跟整个的人格发展健全上都是很大的伤害啦。好，所以我非常能认同台湾政府现在在主张很多一切一切啊，我自己本身也去找了很多资料验证，包括网络上之前还没有民政府网络之前，我自己就有看这些书啊。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研究台湾的历史，然后台湾的一些定位，然后我甚至去马偕林玛丽医师那边做个 DNA 的序列的一个鉴定，今次真的是去验证到有三个指标啦，三个 DNA 的指标，结果发现我应该起灯刷公母灯刷妈那个真的是验证，因为我有东南亚原住民的一个基因，还有包括可能有 一部分是汉人的，嘿，所以我是觉得我真的，所以这证明说你一定其中是一个是平埔族，要不然就是勾刷族，要不然就是 hybrid， 就是说 mixed 混血的，绝大部分80%-90%确实一定是这样，如果去做的话应该也会是这样验证的。所以小时候的教育历史说汉人皇帝子孙什么啊，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很悲哀啦，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一个人，一个 human being right， 就是一个 human being， 为什么你不能活在一个最真实的世界里面，你要活在一个潘多拉盒子里面这么久啊？这个确实不存在的东西就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一直坚持要存在，而且要把它看透到所有的人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希望啦，我们现在做，那我不敢说我还很多，我跟你说，我很多要学习，就是闽南堂要去学习，然后，继续加强我的知识，然后基本功还做到后，那跟大家传递这个讯息，这是目前我觉得我可以做的。那希望大家，到给爸片来看先安内，好，以上，最好是安内，嘿，我知道我自己什么人，安内，谢谢。足感谢哈，咱国好，大家看者，这少年，伊就这个心，要甲咱台湾斗拍拼，请世界本土台湾人，少年的拢转来，拢站出来，甲伊同款，安尼咱国甲鼓掌者，足感谢伊个。好，谢谢，我感谢。安尼大家嘛足清楚，愈来愈少年啦，好啊，愈来愈侪人来参加啦，啊，这是毋是正确个？好，希望咱这个画面会滴做成看什么？大家若要爱，要予你世界的朋友甲寄予去看，遐济少年人倒来咧斗拍拼，啊，敢毋免伫世界啊？若有成就的人，第二代，大家拢倒来，要变成咱本土台湾人的毅力，甲咱会合作，唔是中国人，这都现现伊亲身讲出来。啊，我哪咧讲啊？阮老母我甲叫较正啊，阮老爸讲教我伊是学道上啊，啊，但我要讲来者就讲我是中国人，所以，予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拜托。传播到世界本土台湾人的所在，咱这个少年呢，吼，咱啊高啊高开眼吼眼吼，啊，我搁甲鼓掌一下，足感谢伊来参加。
后来，咱过来说来啊，新德州啊，潘庆东吼、潘庆东的同心暗道伫遮无？啊有啊，咱甲鼓掌一下，感谢伊来甲咱做这啊三天的新德的报告吼、哦。好，谢谢。各位同心，大家好吼、我从这个。我一个朋友哦，甲我介绍吼，去这新竹州的这个办公室哦，去听这个林咱林秘书长讲，啊，本来是存了一个真怀疑啦，讲无可能这款代志啊，以早因为以早咱迄个年代，我这个年代哦，民进党啦、台独的啦，听就是咧讲这个理念。一直遮尼久啊，拢无法度实现啦。我著对这足灰心的讲，咱著无可奈何啦。啊，经过即摆去听去，即个咱去咧，阮新德州即个林志升的即、這个演讲啊，听即迄摆了讲，我咧慢慢则也感觉讲，无我来甲试看卖，来听看卖，啊，则决心哦、来参加即、這个咱即个演即个。研究班的这个所在哦，我来参加这个初级的啊，加这个初级班的啊，加这个高级班的哦，两摆的哦，迄个感觉就是讲，听的来讲话，咱感觉讲，咱台湾哦，有遮遮尼用心的，遮尼有智慧的人，来甲咱领导，咱台湾已经有希望啊啦，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唔知讲。大家同心有这个感觉，哇！过来就是讲哦，咱出去啦，哦，亲像即摆这个四月二五这个代志有发生哦，咱大家绝对袂使灰心的啦，因为咱要建一个国哦，无遐简单啦，因为种种的代志，咱嘛无讲一定讲准备啊，足完全的啦。咱一步一步，咱有咧用心，有咧行，吼、哦、啊！大家团结一心嘛，吼、哦、啊！来，大家来建立吼、哦，来建立这个咱台湾民政府，吼、哦，这是应该是每一个台湾人的希望，对唔？啊，是咱大家希望就对啦，吼、哦！谢谢大家，谢谢。啊，咱足感谢咱新德州啊潘啊庆东啊来甲咱啊这个新德个啊介绍吼。我直接要补充，咱大家爱会记哩，咱是美国占领。啊，就是美占啊，日属，咱迄两块照片啊，咱甲调出来，予大家各看一摆。咱一定心内爱家己足清楚，咱安尼才有法度行出世界。是安怎？华盛顿 D.C. 的世纪酒店的酒会，那么多人来参加，啊，来搁送这两块，这都足明显来甲咱讲啊，咱一定爱安怎？咱照美国的指示安尼做就好啊，咱是啊，咱是啊，美国总统啊，咱是台湾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就是咱是美国是只要占领全国，咱过来
美国叫咱去日本呢，咱舞两年啊呢。哎，啊，这个鱼要天皇呢，这个鱼也会使。啊，这个鱼，迄个岗哨要迄个检查安全检查，是两个啊，迄个岗哨呢，也检查，搁行入，搁检查。咱这个没有问题，入去。啊，这就证明什么？日本也足清楚啊。咱是日本天皇带伫遮个啦，美国讲啊，阮都无咧想恁个土地嘛，啊，恁个主人个迄个土地所有权都伫遮啦，所以咱无建国个问题，咱大家爱了解，咱干若有啥物啊？现在啊，遵守啊国际法啊，遵守国际法啊，咱依照国际法美国的指示来做就对啊。其他是安怎这回出错，咱心肝足痛心，咱做的红布条带去到美西，啊，都迄个所在讲，甲咱拆拆起来啦，干那台湾政府啦，美国个阿扁安怎讲？你要向美国申请台湾共和国？不可以，你宣布台独就跟美国战争，美国才惊到了。好，台湾政府实在足冤枉。啊，咱遐个美西遮个台侨做遮个动作。把我们的那个带出的红布条，我在想他们做这个动作，这就要想说要让你台湾民政府又缓慢下来了。在咱很难得美国给你安排含流氓政府，到现在遐久的时间，华盛顿 D.C. 迄个国际会啊会议中，迄个做啥新闻中心，迄个记者招待会中心，都唔捌入去，要安排予咱入的，啊，讲甲足好啊，所以出错啦，我何为动心？足失望，啊！我也足痛心啦。啊，咱啊，何武成、何同心的这个建议啦，咱会做，一定会做。我对台湾，咱的动心，足对不起，我伫遮甲大家说，足对不起。啊，搁刷嘞！咱来啊，邀请啊，刷嘞是台中州诶陈丹的啊秀丽诶女士啊，同事嘛，来甲咱做心得个报告。咱啊，甲鼓掌一下，我请甲拍落去。真欢喜吼，
甲今日甲遮济同心嘛，爱台湾的同心，大家做伙伫遮，啊，大家真认真安尼在听遮讲师，大家安尼足用心在甲咱讲解。啊，我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伫邮局退休的，啊，我十遮多年前我就加入民进党，啊，因为迄阵也毋知有这个台湾法律论述。吼、哦，啊了后接触到林秘书长，含阮先生，啊了阮先生看台湾新台湾论看三遍，看了伊足了解，伊讲啊，这条路咱这台湾人才有法度行出台湾，行出国际，啊，都爱有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啊，咱成立台湾民政府了，让咱台湾甲架构下咱台湾的政府安尼吼。啊，才有法度正正当当安尼，后摆有行入国际社会的组织。啊，今仔日大家拢听甲真认真在听安尼吼，啊，希望搁较侪个同心，啊，唤醒咱台湾咱周边的朋友亲情，啊，大家来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啊，互咱。台湾国际的同心，台湾人民来决策，咱若伫这个马政府这个无能的马政府管辖下吼，咱永远拢是后摆就行去统一的思路一条。啊，所以大家爱决策，大家团结，啊，介绍搁较侪少年精英啊来遮听课，来遮受训。吼、哦、啊！我的感想真感谢即几天，遮讲师足认真啊，伫甲咱讲解，啊，大家听甲真清，会较真清楚，更更加了解咱台湾的法律论述。啊，美国也是一个讲法律、讲公理的国家，伊会遵照咱2006年林秘书长向美国提出告诉的这个结论啊来。慢慢地共咱帮忙咱台湾，啊，所以咱大家爱有信心，大家勇敢爱站出来。好，感谢感谢，谢谢。啊，咱超感谢啦吼！啊，因为秘书长有咧交代讲吼，咱昨无翕到相的人啊，啊，要阁翕一摆啦，啊，所以啊。啊，我有咧啊，时间上较紧凑啦吼。啊，即卖啊，因为请台南州的吼，迄、哦那个叫做吴东弼吼，啊来，我甲咱啊简单的吼啊，我介绍一下，啊，我也心得讲一下，啊，这个高雄做的准备吼、哦，啊，请。大家好，我是台南州，我的背景是牧师，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那已经退职，大概这20年多了，是在社会上，在教育机构，在一些公司里面做训练人事训练。那我这2004年开始，我是在越南台南来来去去，那其中会去到越南的原因，是因为2004年所谓的。阿扁连任之后，那他的总统府秘书长站出来说，台湾主权独立，我们是实质上的独立。我听到那句话，我就哈站不起来了。所以我想，我要找路赶快离开台湾，所以到越南去。那这一次我是在过农历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比较多的时间，所以上网看了我们民政府的相关的资料，包括我们的从第一届到第53届的时间，上课的时间的一些课程内容，所以让我说，哎，这个真是我们台湾人要站到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我那今天站在这里要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大家要赶快争取努力来带更多的人来申请这份身份证。我本来4月10号回来的时候，就是只有想要办身份证而已，但是过了几天又继续看。继续看资料，继续看 YouTube 啊！我要来参加，顺便来看看到底中央政府是长个什么样子的、啊。哦，老实说是这样啊。哦，所以呢，告诉大家，
我上个礼拜初级班上完之后，拿到秘书长所送的礼物是什么？哎，好像只有十人拿到礼物而已耶，拿到什么？哎，好像只有三十个嘞，几个？好像后面都没有拿到礼物嘞。啊，你把它收在哪里？真的吗？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拿到这个国旗。我顺便借这个机会，如果要是重新上过课的，把你的美国国旗挂在最清楚的地方，好不好？好不好啦？哎，不是讲我听的哦。秘书长也讲哦，你来应和应下了，无做啊，你，你巴肚疼了哦。我要讲你巴肚会疼了。啊，你来还袂挂嘞？拜托，甲挂起哩。啊，是的，袂使用这歌词写，但是呢，我用。水讲塑胶讲，哎，软心软心吼，啊，放伫我厝顶尾安摇咧风来吼，哎，偌水你敢知？吼，要干呐？我家己啊，逐日伫遐看吼，升旗典礼哦，哦，有够赞的对啦，好不？好，加油哦，安尼就好，多谢。因为楼卡过咧吹啊吼，咱已经过十几分啊吼，咱。高雄州的咱啊，迄、那个童心吼，你来一个，甲你简单啊，互大家鼓掌一个，啊讲两句啊话吼，啊咱就要结束啊，好来。先生，我是高雄州的，我姓蓝，蓝锦登，1954年出生，本地是有准备一寡迄落要讲，还是讲吼，因为我第吼。第一，我就是本来要讲三届即个姻缘啦，三届，毋是阮州长迄三届啦，是诶。迄个感想吼，来遮是有迄个感想就好啦吼。啊，感想就是讲吼，本地是伫即个成长的过程拢该郁卒啦，吼啊，即摆来遮的时阵是较清楚，较清楚讲咱到底是伫地，啊，咱的位置伫地，所以知识分子吼爱了解家己的。诶，情势所处的环境啊，想办法甲解决，安尼啦。哦，那再安尼，歹势吼。啊，无安尼好吼，啊，感谢大家甲鼓掌一下，互伊当个搁较甲咱斗努力个一个吼。啊，椅啊拗起来，大家徛开面顶，啊，大家赶紧落来楼骹，搁翕一下相。哦，啊，感谢大家来参与。哦，因为有诶也无翕到相啦吼。感谢了。